我是男眾，我家從前家境不好，曾經有墮胎事情，雖不是我墮胎，但我是不是也犯了戒呢？你是男眾，如果你太太墮胎，當時有沒有問過你呢？有沒有跟你談過這件事呢？或者你默許是不是呢？默許你都是贊成的，你默許就是贊成啦。如果你說墮胎啊，哦，都要墮胎的啦，經過都是要墮胎的啦，咁你冇考慮到墮胎個當時係點樣嘅個情況係點樣，你只係墮胎想避免咗呢個問題。咁你係男眾啫，你都犯有可能你犯有梳擺殺，或者教殺，或者係默許殺，咁都係有犯戒嘅噃，犯咗聖戒嘅噃。你就犯咗，你殺生梗係犯咗聖戒啦。但係你嘅罪孽嘅呢個罪有幾重有幾輕咧，就視乎好多樣嘢嘅，視乎你後來有冇懺悔心咧。你有嚴重嘅懺悔心就會輕啲嘅，又視乎嗰個懷孕係咪49日之前，因為49日後啦，未到49日都仲係49日之前嘅30日、20日咁咧，可能。個罪冇咁重嘅，中等罪嘅啫。如果係49日之後咧，就係犯呢個罪噶啦。咁所以至於雖然你係男眾，你唔係墮胎嗰個唔係你，你唔能夠將呢個責任俾曬你嗰、那個你嘅妻子嘅噃，因為墮胎梗有原因噶嘛。一個原因即係家境，你要寫明你家境唔好嘛。你因為家境唔好，你唔想負呢個責任，你唔想養呢個孩子呢個嬰兒，你唔想養，你唔想養，你想逃避呢個責任。你想逃避呢個責任，你當時做呢件事嘅時候冇諗到後果，做咩事你知啦，係咪？你當時做呢件事嘅時候冇諗到後果，而後果生出嚟，你逃避佢嘅責任。你根本上在人倫的責任已經忽視了，不要說話你是性罪那種的負責任。人之可以為人是他有，我尤其是中國裏面有倫理道德的，從倫理道德的方面講，你就是失了父親那種責任。你為了某種歡樂，男女的歡樂，你帶了個生命這個世界上，你就隨這個生命自毀或者殺死呢個生命，你不單止係冇呢個責任，你仲係殺生，喂你好嚴重嘅噃，好嚴重嘅噃。咁你點啊？咁你唯有懺悔咯，你唯有做功德咯，你唯有超度咯，超度。所以超度六道群靈啊嘛，超度無主孤魂啊嘛。所以呢樣嘢你唔好忽視喎。我曾經有一個居士咁同我講，兩個都係女士嚟嘅。咁啊，成日都係探訪嘅。咁佢知道啊 A 女士探訪啊 B 女士，大家都好熟噶啦。咁啊啊 A 女士知道啊 A 女士知道啊 B 女士咧有兩個女嘅。咁啊成日都去佢屋企啊，見到佢兩個女啦，大家認識咗好幾年啦。咁啊久唔久又去佢屋企啦。咁啊阿 B 女啊嘛，即係有兩個女啦。咁啊再過咗幾年咧，咁佢再去佢嗰度咁。佢話：啊邊個？點解你都屋企多咗個女仔嘅？佢冇啊，我有兩個女啫嘛。唔係喎，仲有個女仔喺度喎。行來行去個係咩咁？咁結果將呢個故事縮短佢。佢係墮胎，第三個都係女，佢唔要第三個女啦，咪墮胎咯。墮咗胎嗰個女咧，仍然喺個屋企度成長，長咗好幾年嘅，仲係喺旁邊徘徊。咁佢唔肯走嘅噃，你要超度佢嘅，佢唔肯走嘅，咁你個家庭會不寧嘅噃。佢話：點解我姐姐可以有生命，我冇生命？佢會同你算帳嘅噃，你明唔明啊？咁你自己諗下咯。
我即係呢，我答一個問題。我呢個問題唔想講得太多，我仲有咁多問題。咁你點樣樣去補救、超度、懺悔去補救？唯有你唯有係咁嘅啫，超度、懺悔。點解你啲事唔成功啊？點解你咁多唔如意嘅事？點解而家咁多逆意嘅事啊？因為你做咗啲唔好嘅事，你家庭裏邊有啲唔好嘅能量嘛。所以你唔好賴人啊！你係講你自己啊，或者你自己嘅遭遇咧，都係你自己一手造成嘅。你一手造成，你就要改。未為晚也，任何嘅事有其因有其果，但喺因果之中咧，你要造就善緣去改善佢，或者你從此之後咧鼓勵人哋唔好墮胎，或者你咧這個墮胎功德這個滅。熱頭童子咩《逆定業經》嗰度咧，就教人哋唔好墮胎嘅。咁你咪印送經典咯，從此教人哋唔好墮胎。有本經專係講墮胎嘅壞處噶。咁你咪印多啲經典啊，自己親歷其境嘅，就講呢個故事，講自己有一種後悔嘅故事，亦都有好多墮胎嘅故事咧，係可以講俾人聽嘅。咁呢方面。你做到足的時候，你咪再建立一個善緣咯，仲有超度咯，你為嗰個被墮胎嘅嬰兒超度咯，你有好多事可以做噶，你完全唔做又唔得噶噃，啊呢個算係答覆咗呢個問題啦。第二個問題，別人跟我打招呼，但我又想安靜不交談，但如果不回應別人，如像冇禮貌，別人也可能起親心，怎麼辦呢？咁呢件事好容易辦啫喎，你點樣樣呢？你攞張紙寫住止語，掛喺呢個胸前，止語就冇人同你講噶啦，冇人會同你講嘅。點解你唔做呢樣嘢咧？止語有冇啊？有噶嘛，寫張布又唔夠大啊，字太多啊。嗱唔使啦，嗱你寫嗱咁大張夠唔夠啊？止語，如果人哋同你講嘢咧，咪得咯，都唔使講要説。止語咁咪得咯，咁你就實得啦。我唔相信呢個人止語咧都會鬧你起親心，唔會咯，佢唔會嘅，就係你自己做唔做啫嘛。啊，咁如果另外一種方法咧，就係話：喂，我哋喺度佛堂咧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唔想交談，我想止語修行啊，我唔相信佢會鬧你嘅，止咩語啊？咁啊，佢唔會噶嘛，佢都係嚟修行噶嘛，咁你咪提佢咯。好啦，短期出家嘅戒指。如果期間犯戒，是否要懺悔？如果你犯了根本戒，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，那就明年再見了。即是你可以繼續參加，你已經破了戒了，你射戒了，你破了戒了。那你如果你犯輕戒呢，不是殺盜淫妄的呢，那就你要懺咯，你要懺悔咯。那我跟你說，不要犯了，我不得閒啊。如果你們幾個人犯了之後怎麼懺啊怎麼懺啊，經常追我懺我哪有得閒啊，又要答這樣又要講那樣，你幫我忙，不要犯行不行？你幫下手啊，不要犯啊，你犯了又要找我去懺，不要啦，不要啊，即是你不要越幫越忙啊，到時哎呀我要懺啊，懺啊怎麼懺啊，那又要大得一心念，那很麻煩的啊。好啊，師父慈悲，如果病人願意臨終不需要醫生搶救，這樣是否屬於自殺呢？咁如果嗰個病人願意臨終不需要醫生搶救，咁係由佢自己決定嘅。咁屬唔屬於自殺呢？即係對於嗰個病人嚟講，係咪屬於自殺？臨終唔好搶救，我咁猜測啦，死亡再不死亡呢，未必是等你搶救去決定的，他要死上來你搶救就可以了，那就不用死了。如果你搶救就實得的，不用死。有些搶救會成功，有些搶救不會成功的嘛。那你說到時我去死亡的時候，你不要搶救我了，你由得我死了。如果你這樣樣，如果你的業力未清呢，你未去到搶救的階段。什麼叫搶救啊？搶救即是話咧，實死噶啦！你點知你實死啊？你以為你實死啫，佢未必死噶嘛。所以你話唔好以為人哋搶救你，呢樣嘢即係好，除非你同個醫生講，
即係佢以嗰、那個你個病情已經去到最 last minute 最後嗰分鐘啦，就佢受嘅痛苦好好犀利，咁就由得佢唔好搶救，由得佢咁自然去世啦。咁我相信嗱，我而家唔肯定咁啊，你唔搶救佢即係自然啦，搶救佢就唔係自然啦。你係自然去世嘅，咁啊冇問題嘅噃，佢自然去世啊嘛。佢係感受苦法、感死法嘅。感受苦感死嘅就是隨住佢個自然而去啦。你搶救咧就係唔俾佢死，唔俾佢死係人工做噶嘛。自然死亡就自然噶嘛。我諗你唔搶救咧，我初步嘅估計咧，亦都就等佢自然死亡，唔搶救亦都冇乜問題。初步咁諗啊，即係我哋啲比較謹慎啲嘅咧，唔敢話肯定係咁嘅樣。初步咁諗，因為你搶救就係唔俾佢死。唔俾佢死 ，stop 咗佢嘅 death， 但佢要死，你唔俾佢死，咁都系唔得嘅噃。啊，即系佢系嘛？系咪是否屬於自殺咧？唔搶救佢不需要搶救，都系等佢自然死啦。自然死就唔係自殺啦，係咪啊？你聽唔聽到個邏輯啊？所以你冇自殺啦。如果病人家屬要求醫生不作搶救醫治。是不是屬於殺人呢？嗱，不作搶救呢，不作搶救即是由佢自然，由佢自然死亡，仲邊度係自殺呢？我咁諗嚇，呢個就咁啦。如果搶救呢回事唔係啊，佢走去自然咪唔搶救咯，係嘛？你搶救反為係唔令到佢死，呢樣嘢反係人工嘅，所以唔搶救應該係冇問題。戒罪可慚，升罪。要還，除了殺盜淫妄，還有性罪否？殺人償命，借債還錢，淫罪如何還呢？殺盜淫妄又有性戒啊，仲有冇其他性戒呢？性戒除了殺盜淫妄，本身做了的，我想已經殺盜淫妄裏面呢已經包括了很多樣嘢噶啦。道裏邊殺盜淫妄係對治咩咧？貪嗔痴嘅，即係佢已經包括咗貪嗔痴噶啦。即係殺盜淫妄，佢個範圍好廣嘅，因為佢有誤殺、有自殺、有間接殺、有直接殺，所以佢個包括甚廣。你要我喺呢個人生裏邊揾出屬於殺盜淫妄嘅，又唔係殺盜淫妄呢幾個字咁明顯嘅咧，你慢慢揾咯，會有嘅。咁你咁細微嚟做咩咧？即係你知道。除了殺盜淫妄，你再係咁啦，好多同殺盜淫妄有關嘅咧，都係屬於性戒啦。咁我容易諗啦，嚇。咁仲有冇性戒咧？可能有同殺盜淫妄有關係嘅，都係屬於性戒。因為殺盜淫妄係性戒，同佢有關係嘅自然係性戒啦。同佢無關就唔係性戒啦，就係咁樣啦。如果舉個例，酒戒就唔係性戒嘅喎，係遮戒喎。但是遮戒可以牽涉到性戒，如是者酒都成為一個戒，因為點解啊？你酒醉之後你可以做殺盜淫妄嘅事，同殺盜淫妄關，即係本身佢唔係性戒，但係佢完全係同性戒有聯繫嘅，所以就成為一個遮戒。咁你話係咪性戒？每一件每一樣嘢都有佢個連帶嘅關係嘅。呢、這個《華嚴經》裏邊咧，重重無盡，關係無盡，事理無外，事理圓融。冇一樣嘢係冇關係嘅，冇一樣嘢係逃出因果報應嘅。咁你某一個戒律，可能每一樣嘅戒律唔多唔少都同性戒有關係嘅，係輕重嘅問題。咁所以要小心咯，所以戒律要小心咯。殺人就填命啦，欠債就還錢啦。淫罪如何還呢？唔係呢個好現實嘅一個問題嚟噶。呢個問題問得好好噶。如果嗰個人咧，佢個生活係好糜爛嘅，佢係好佢認為自己啊風流倜傥啊，為大英雄能本色，自真名士自風流。有冇聽過呢個有冇呢個字啊？他認為做大英雄咧，要風流成性嘅，咁嗰啲咪去拈花惹草咯。咁拈花惹草呢個淫罪點處理呢？逢親邪淫嘅人咧，受嘅報應係咩呢？得不如意眷屬。咩叫得不如意眷屬啊？
老豆係咁，仔女都係咁嘅。如果我老豆即係拈花惹草咧，好少仔女係唔拈花惹草嘅，好少老婆係唔會有其他嘅第三者啊、第四者、第五者嘅。佢個報應咧就係咁啦，得如不如意眷屬。同時呢，如果是邪淫的報呢，下一生是什麼呢？投胎速度，速度呢以鴛鴦為，聽說經文裡面呢很多鴛雀類啊、鴛鴦啊都是很多邪淫的報的。為什麼？鴛鴦不擇偶的，任何鴛鴦鳥類呢是男溝女、女溝男、父母、兄弟全部可以亂倫的。那些就是個報應，邪淫的報應。邪淫的報應是都幾顯著的，邪淫的報應。邪淫的報應，但是守節的報應又很顯著的。即是有些很守節的人呢，我們經常在那些章回小說啊、戲曲裡面都說，有些書生呢夜讀寒窗的時候呢，隔離有些艷婦來到敲門呢，他一於不認，拒於千里之門外，自己寒窗夜讀，那些多數是做了狀元的，成日都有呢啲咁嘅古仔噶啦，係咪？即係精節嘅人咧，有精節嘅人嘅報嘅，啊，明啊，明白啦嚇。墮胎四十九以下不犯性罪嗎？都犯，不過就輕咯，即係唔夠四十九日嘅會輕，都係犯嘅。因為點解性罪啊？殺就係性罪嚟噶嘛。人往往不能夠知道自己的思想行為最深層真實的動機，例如媽媽要子女讀書，可能最深層的媽媽是貪。那麼我們是否只能循禪修才可以觀和了解自己真實的想法呢？及要禪修怎樣的環境才知道呢？這個都是一個很現實 的問題。人往往不能夠知道自己的思想行為最深層的真實動機，是會的、哦、其實媽媽想她的兒子做醫生、做律師，做她是因為她想光耀門楣嘛，因為她想她的兒子做那些做但是賺到很多錢、啊、有名、啊、有利、啊、她的兒子有名有利、啊、她自己又有求名求利的，她的兒子有名有利的，正是迎合了她求名求利的動機啦。所以如果有些父母她肯讓她的兒女出家的，她就已經改了她的動機了。她希望她的兒女能夠出家廣度無量眾生，佢呢個係一個大無畏嘅精神。佢唔會話我個仔我要延續落去，我女要點，我要生兒育女，我呢個脈咧，我呢個倫理嘅脈咧要永遠流傳落去。佢唔會咁諗，佢諗我個仔可唔可以廣度眾生滿菩提願咧？咁呢個動機咪好咯？通常父母嘅動機咧都係求名求利，所以你要你個仔讀書讀得叻啊嘛。仲有啊，如果你個仔咧喺 UBC 嘅，哇幾威啊！如果你的兒子在普通的一個大學呢，不用說了，是這樣的。每一個父母都希望自己的仔女光耀門楣，為他爭氣，為他求爭名爭利，完全在名利裡面作活。有哪幾個是願意啊？我的女兒都應該的，她想出家廣度無量眾生，可以自度到他，我不要阻她了，不需要名利的，我哋唔需要親情噶，呢個親情咧生生世世都有噶啦。我以前都有好多親情嘅啫，割斷呢個親情，為佛法而割斷呢個親情嘅個動機啊。咁我哋用咩可以睇到呢個動機咧？你用智慧咪可以睇到呢個動機啦。你喺智慧裏邊，究竟我想我個仔有名有利嘅，呢個係咪我個貪咧？你一睇落去睇落去，係喎。我點解一定要我個仔？我阿仔話。媽媽，我讀書好辛苦啦，我未必考到噶，我可唔可以讀普通嘅 commerce 啊？我可唔可以讀 psychology 啊？可唔可以讀 social science、social welfare？ 可唔可以讀普通嘅科目啊？我可唔可以落學 arts？ 可唔可以入 music？ 唔得，揾唔到錢嘅嗰啲 music 點揾到錢啊？讀 arts 點揾到錢啊？讀 designer 未必揾到錢，有幾個 designer 係揾到錢噶？找不到食的，不要讀了。你讀什麼呢？
读医，我没有这个能力读医啊，啊，妈妈不要逼我读医好不好？不行，那个就不啱啊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在个心层里面你都是贪啊，你都是贪心，你都是名利的，你怎样去看到啊？你自己看到啦，呢啲都唔使使静坐看到嘅咩？呢啲你自己都知啦。你到禅修乜嘢境界先可以知道啊？唔使境界你都知道啦，系咪啊？知道一回事，你肯唔肯做一回事？边个唔知道呢个世界系痛苦嘅？我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！我叫你听日去啊！你睇你去唔去？唔好啦，可唔可以俾多一年我啊，两年我啊，三年我啊，明天去西方极乐世界？哎呀，不去了，我还不想死呢。请问大师慈悲开始，弟子面对一些境行为生恐惧心，面对时会心跳加速、脑空白，想有办法对治，可以用哪种修行方法去克服咧？呢种恐惧咧，你对外境产生恐惧，你呢个恐心加跳，呢个恐惧咧系可能系与生带嚟嘅，你一定要降服呢个恐惧。咁你喺静坐嘅时候咧，有呢个恐惧感，你唔好怕呢个恐惧，你继续静坐落去。你静坐落去，你呢个恐惧慢慢慢慢会消失。你知道呢个恐惧咧系你前生里面带嚟嘅可能。其中个方法咧，你忏悔。其中个方法，除咗忏悔之后咧，你拜佛忏悔、礼佛忏悔咧，可以令到你增加你嘅智慧，你可以对住呢个恐惧。用哪种修行的方法去克服这个恐惧呢？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坐禅的，或者你用念佛、拜佛、拜忏的方法克服你的恐惧，用咒、用持咒来克服你的恐惧。有些人他持大悲咒的，他一有恐惧的时候呢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夜夜南无阿弥陀佛，菩提地藏菩萨耶，菩提萨埵耶，他就不断诵大悲咒，21遍、49遍、108遍，你就用咒的力量求菩萨帮助你克服这个恐惧，用拜佛的力量，你不要在这里干在这里，哎呀我恐惧在这里等个恐惧，你将这个等恐惧这个心化为一种力量，这种力量是什么呢？念大悲咒的力量、拜佛的力量、忏悔的力量，不要让这个恐惧的力量在这里等你加深。逢亲你个恐惧的力量在这个心里呢，这个力量、恐惧力量，你越想它，它越大的，你越想它越增加它的种子。你原本你的心田里面种了一些恐惧的种子，有几个恐惧的种子了，动动了，你再去想这件事就加了，你即是灌溉这个种子，它就慢慢再生多一些出来。一有这个恐惧的种子的时候，你就换了第二個想念，我不再想這個恐懼，我南無觀世音菩薩，南無觀世音菩薩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，用咒的力量，用念佛的力量，就可以改善。你要轉移你的 attention， 你得不得呢？都不容易的，因為很多人呢，沉迷在恐懼之中，就永遠恐懼，他不懂得走出來的。你怎麼走出來呢？改變你的第二念咯。我正話咪坐禅嘅方法咧，話如果有六根對六塵有啊，第一念入到嚟攻擊你嘅時候，即刻流走，初於文中入流亡所，所入記直動靜而上了緣不生。一有個恐懼感出嚟生出嚟嘅時候咧，馬上要佢流走，唔容易噶嘛，用第二個念頭壓服佢，用念佛嘅念頭，用念咒嘅念頭，用拜佛嘅念頭嚟壓服佢，係壓服啫，冇除滅。你慢慢慢慢壓服得多了，你越念咒，你的力量越強。即是話咧，即係好似我哋做運動咁，嗰啲成日做運動的人咧，佢初係好懶嘅。你叫佢每日做一個鐘頭嘅運動啊，好懶嘅，係唔會做的，但係逼自己咁啊，日日都做上半年咧，佢唔做唔得噶啦。佢半年裏邊日日都做咧，做咗百幾日啦。你叫他那天不做，他硬是怎樣都要做的，那就成了習慣。我跟你說，言語概念成為你的念頭，你的念頭成日 repeat 呢，就成你的念頭會成為行動和言語，
行動言語成日繼續咧，就成為你嘅習慣。你嘅習慣繼續咧，就成為你嘅性格。你嘅性格決定你嘅命運。好簡單啫嘛，就咁啫嘛。咁你點解你要繼續俾個念頭發生咧？你將個念頭唔好諗佢，諗第二樣嘢，用咒、靜坐、念佛嘅力量。好，這個解釋完啦。第二個問題，與睡魔搏鬥嘅心得。你而家咪同睡魔搏鬥緊啦，有啲點樣？有啲聽緊嘅時候，咁樣嘅，你唔好向後衝啊！以前咧打禪七同埋打佛七咧，梗有一個人係嘣一聲個頭衝落去下邊嘅，試過啦，梗有人會衝落地下嘅。昨天師父開示戒條嘅內容。眼見有好幾位同修根本人都是睡意惺忪，與睡魔鬥前之際，見師父盡心盡力的說法，心起慚愧心，於是求龍天護法加持，否則本人對不住師父的苦心，突然雙眼燈籠咁大。所以同大家分享，用慚愧心我調服睡魔十分有效，咁都 OK 嘅喎。即係你感感覺到我有慚愧心。哎呀，我好慚愧啦！咁你咁説法，我唔聽咁。有啲人冇慚愧心嘅，你講你嘅事咯，關我咩事啫？我而家要瞓覺啊，瞓覺啦。咁你有慚愧心，真係燈籠咁大嘅好啊！師父慈悲，在生命中出現嘅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妻子，是否都係過往生大家都係認識嘅咧？肯定啦。無即係有句咁嘅説話：無仇不成父子。無債不成夫妻，不是討債便是還債，不是報恩便是報怨。咁呢個係兩個極端講嘅，中間有啲咩啫？有啲仲係有啲誒爭呢個爭呢個啲咁多，呢個爭嗰個啲咁多，即係大家都唔係相差好多嘅，冇乜恩怨嘅，大家走埋一齊，都係有啲債啊要還噶啦，所以有啲係辛苦啲，有啲又冇咁辛苦嘅，有啲個太太咧。不是個丈夫做的盤生意，是由太太去做的，太太是賺了很多錢，丈夫呢他可能會不需要那麼搏命的，因為為什麼前世的太太欠得他多一點，那他就要做勤力一點，他做搏了命了，那賺了錢回來了，那就給他丈夫花了，他丈夫可能有第三者的，或者是這樣說，他的廠就在深圳，他的二奶就在北京，咁佢個大婆咧就係香港，咁佢咧嗰個廠咧就係由佢嘅大婆做嘅，咁佢咧就好係嘆下世界啊，有陣時係做下真係做下嘢啊，咁到時咧就真係好，佢使錢咧唔憂冇得使嘅，使到咁上下啦，好啦，啲債還得差唔多啦，咁有一日咧佢就自然會同佢個太太分離分開嘅咯喎，因為啲錢都還曬咯，佢個太太都對佢都冇感情，佢又對太太冇感情，忽然間個感情會冇咗嘅噃。你會發覺 有一對戀人咧，好相親相愛啊！當佢喺蜜月嘅時候啊，花前月下啊，卿卿我我啊，咁哦一過咗十五年啦，忽然間大家完全情淡如水，咁啊走開噶啦！啲債還完啊嘛，感情還完啊嘛，就冇曬咁，你唔好悲哀，你唔可以話哎呀點解我以前唔好諗以前嘅嗰個蜜月嗰個時候啦，已經過去啦。那些是債務嚟㗎，你還清，你再想它都冇用㗎。啊，點解我要對佢咁好？以前你睇我哋嗰陣時幾 sweet 啊，嗰陣時喺邊度 sweet 咩嘢啊？都已經過去啦，嗰啲係假嘅，嗰啲係還債討債報恩報怨㗎咋。嗰啲你仲拎翻嚟睇，咁你咪傻咯？佢已經有第三者，你仲係諗以前啊？我屌佢咁好啊？點解佢對我咁樣啊？你傻啫嘛？你將舊嘢再擺翻嚟個台度去諗佢，咁人哋已經係另外有新歡啦。你自己揾自己笨啫嘛？點解咧？因為你嘅債啊已經還完啦嘛。有啲就喺兩者之間嘅啊，咁即係呢啲完全係有債，兒女都有不同嘅債㗎，兒女都有不同嘅感情㗎。有陣時你中意個哥哥多啲，中意個女少啲，或中意個女多啲，中意個仔少啲㗎。因為點解？大家感情上嘅債唔同啊嘛。除咗個錢銀上嘅債，仲有感情嘅債嘅噃。感情不是講錢的噃，錢就未必有感情的噃。
有你個仔女可能孝順你，但佢成日唔睇你嘅，久唔久佢又寄啲錢翻嚟俾阿媽咪啊，你又會寄啲錢俾你啊，但係佢唔會睇你嘅，佢只係爭你錢嘅啫。有啲就唔係嘅，有啲冇錢嘅，但係佢好掛住你嘅，呢啲係感情噶嘛。你知啦，我見到人咁岌頭，即係你知道啦。是否無恩不成父子，無仇不成夫婦呢？是，但亦都有很多慈子孝家庭和睦是常說的因果，今生相遇的家屬朋友之前你認識的嗎？有的，有些是恩恩愛愛的，你又欠他一些，他又欠你一些，大家由你又還我，我在還你，那在這個大家互相交往的感情和錢財之中呢，就是恩愛咯。感情都有交換的嘛，在這個交換之中的你對他好，他對你好的，那你不就叫恩愛咯。如果男對女好，女對男不好的呢，就會悲哀了。逢親愛呢，世間的愛是單方面的，如果有一個男愛那個女，女不愛那個男的呢，自然會產生仇，當然互相當然有些愛戀的，冇話完全係單方面嘅，亦都有條件嘅。佢愛你，必須要你愛佢，先至會產生呢個效應。如果大家唔愛，大家又冇呢個效應嘅。唯有係菩薩嘅愛咧，叫慈悲，係無條件嘅。嗰啲就唔同啦。你呢啲咁嘅男女嘅情愛咧，全部係有條件，完全係要互相愛先至產生嘅效用嘅，先至叫做恩愛。恩愛者互相去恩愛嘛，互相去交還啊嘛，感情啊、錢財互相去交還啊嘛，係是否常見因果咧？嗱，呢度咁啦，我常聽説共業，共業是什麼意思呢？共業即係大家都共同嗰個業力創造嘅，例如喺 Richmond 住，我哋而家。在 Richmond 住的人，大家都有在 Richmond 住的共業，即是你的能量和我的能量，前世又好今世又好，產生你的能量就是大家都來到這個 Richmond， 享受 Richmond 的 Hospital 啊、 Supermarket 啊、享受裡面的 School 啊、 Roads 啊、 Water 啊、 Hydro 啊、 Power 啊，全部共業，我可以享，你又可以享，不分男女，都是可以享用那些水，可以享用那些電，可以享用那些 Richmond 裡面的 facilities， 這個就是共業咯。但是共業裡面有別業的，什麼？為什麼別業啊？你在 Sonus 住，我在，不要說哪個地點，我在一個很貧窮的地方住，別業不同，你住得那麼有錢的，你以前有這個業，有個有錢的業嘛，我是貧窮的業喎，咁有別業啦，所以各人嘅遭遇都唔同嘅，因為你嘅別業唔同，共業不同。你嘅共業就喺肉界，你哋都肉界就係你嘅共業。肉界裏邊大家嘅遭遇、大家嘅錢財、大家嘅樣貌、大家嘅言語、健康完全唔同，嗰啲係別業啦。所以有共有別嘅，明唔明啊？就呢個共業啦啊！六道之中有天道的天人，他们在天道有佛法学习吗？天福享尽又要轮回，又是苦的，是不是呢？天呢是很少佛法的，不是说没有，我想呢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天只有快乐，唯有是有些苦的你才会追求佛法。不要说天啊，北区庐州都没有佛法，我们有四大部洲的嘛，東勝神州、南禅部洲、西牛貨洲、北區盧洲，我哋人喺南禅部洲住，北區盧洲每一個州嘅人嗰個壽命都不等嘅。我哋南禅部洲嘅人嘅壽命咧，大概係100年；西牛貨洲500年，去到北區盧洲咧1000年。即係話喺北區盧洲生活嘅人咧，唔係我哋嗰啲州，我哋係南咗個北邊咧，佢哋係活到1000歲嘅。而且咧，唔需要去打工嘅，自然有飲食，自然會滋潤你嘅身體，自然有所有嘅 natural resources， 自然每個人都享用咁噶啦，公平嘅，去到唔會中途夭折嘅，唔會話10歲就死啊，20歲就死啊，50歲就死，佢要100歲先係死嘅，死咗之後仲可以升天享福，嗰度就咁，所以嗰度冇佛法嘅，北區盧州冇佛法嘅，佢唔係天喎。在北區盧州沒有佛法的，所以
韋陀菩薩是不去不拘盧州的。韋陀菩薩叫做什麼呢？三州感應，他在三個州維護佛法，東勝神州、南禪布州、西牛貨州，在這三個州裡面維護佛法。所以韋陀菩薩三州感應，就不去北區盧州，因為沒有佛法都不用維護，唯有去到另外的三個州。這三個州裡面呢都有不同的特徵的，人是有不同的特徵的。那我們南禪部州的人的特徵是怎樣呢？有兩個特徵，不止兩個特徵，三個特徵。第一個特徵堪忍，即是說很忍得苦的，在這裡我們現在這個州的人是很忍得苦。第二呢很勤力的。第三很堅毅的，忍苦勤力堅毅。但是這個州呢很多痛苦的，比其他的州多痛苦，但是這個人呢就有這三種忍耐力。所以在南禪部州，我現在這個州成佛呢就是有成佛的人，因為他忍得苦又勤力又堅毅，他就容易成佛咯。在其他州又不忍得苦又不堅毅又不勤力，怎麼成佛啊？所以在這個地方有釋迦牟尼佛，將來有彌勒菩薩降生，因為這個州呢堅忍勤力精進。那我請問你，你有沒有這三個特徵啊？你沒有啊，那你就不屬於這裡了。你堅不堅忍啊？你勤不勤力啊？ 你忍不忍到苦啊？未必，個個不同。所以你越堅忍勤力忍苦的人呢就越成功，就是這樣的。好，那天呢，那天這麼多快樂的，怎麼會有佛法呢？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天上的天人，他以前在人間呢很有佛法的薰陶的，那可能在他阿賴耶識裡面還有佛法的種子，所以呢可能有些天人都維護佛法的，但是他可能對佛法沒有那麼著弱，沒有那麼追尋，因為他沒有這個迫切性。但是有很多天人都是護持佛法的，有的。但是 我自己去猜測呢，天佛法不普遍，但是亦都有佛法有很根深蒂固的人 在天的。那至於他說，那就算根深蒂固的人的佛法，他譬如說在人間裡面很懂佛法的人，很有佛法的薰陶的人生到天，那他想去天弘揚佛法，有沒有人聽他啊？我們這麼快樂，我們又沒有我又不用貪嗔痴的， 我可以這麼多東西， 我都快樂的時間都咁多啦，我仲信佛嚟做咩？即係好似獅子國菩薩，佢去世咗，投胎就喺兜率天嘅外院，成日同啲天女享樂，佢點會去學佛法啊？但係佢以前係菩薩嚟嘅噃，羅漢上有隔音之迷啊，菩薩仲有胎嘅迷啊，所以你而家人啊有個好處啊，有佛法啦。有位法師講，有佛法就有辦法，可能是真的。為什麼佛的頭髮是一個圈一個圈的呢？佛的頭髮一個圈一個圈的呢，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，其中一相呢手長過身，即是他站在那裡的時候呢，那隻手掌是碰到那個膝頭的。你站在那裡看看你的手掌碰不碰到那個膝頭，你站在那裡的手掌可以碰到那個膝頭的，你站在那裡你的手掌可以碰到那個肚腩，因為它突出來可以，你碰不到那個膝頭的。另外呢雙乳垂珠可以垂到那個膊頭的。另外呢就是它眉啊，所有的相都佛有特別的相的，有八十多種隨形好。其中的相呢就是法有法計的，全部有法計的。如果我是有些人說亂摸的相，是不是亂摸的相？亂摸的相是亂摸的，但它又不是法不是轉得那麼有圓圈的。所以這就是佛的相。這種相好呢，我在中國歷史裡面說，劉備做皇帝為什麼他有佛的一個相，手長過膝。劉備的手長是過膝的，所以他做了皇帝。劉備你有其中一個相都可以成皇帝的了。咁佛有三十以上八十種隨形好，咁呢度
卷咗咧係係其中一個好相嚟嘅。後而家呢尊而家呢一尊佛咧唔係簡單嘅噃，呢一尊佛係35年前唔止啦，36年前咧係喺緬甸運出嚟嘅，而家係唔准運出嚟噶啦。喺緬甸運到去 Toronto， 運咗兩尊，一尊咧係老啲嘅樣嘅，一尊係年青啲嘅樣嘅，就運咗去湛山寺聖空法師嗰度，就有人送出嚟嘅喺緬甸。而家緬甸唔准運咁嘅緬甸玉白玉運出嚟噶啦，送咗去 Toronto。咁就咁啊 ，Toronto 咧，聖空法師嘅湛山寺，咁有一位王老太同阿聖空法師好熟嘅，就去到聖空法師嗰度，哇！你呢兩尊佛像咁好，咁我哋温哥華有個觀音寺，你可唔可以送一尊俾觀音寺啊？你有兩尊，你都擺唔到咁多啦。咁啊，佢同佢傾下傾下傾下，咁又做下功德啊，又咁講下講下講話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哎呀，我送一尊俾觀音寺啦。咁送邊尊咧？咁我梗係要老嗰尊啦。咁啊，個老嗰尊就留喺 Toronto 湛山寺。另外呢一尊年青嘅咧，走咗嚟呢一度啦，全身係白嘅，冇彩繪嘅，冇鋪金嘅，冇啲玉紋嘅。後來我哋自己鋪上去嘅。我哋自己鋪金，自己放呢啲呢啲嘅嗰個官環啊寶石，所以呢一尊佛像咧係好少有嘅，係觀音寺嘅寶嚟嘅，係4吨重，係未喺窗門未建築未好之前咧喺度吊入嚟嘅，仲有下邊仲要加重嘅鐵頂住下邊嘅地基，咁先可以入嚟嘅。所以呢一尊佛咧唔係普通嘅噃，係你睇下個笑容啊！我哋自己重新開個相，重新自己鋪個金，重新自己做個背光，同埋做個寶座。所以我哋呢度好多佛教藝術嘅喎，唔講你又唔知噶。講完啦，越講越多嘅。我又中意講嘢，你又中意聽嘢，咁就即係不謀而合啦。啊，好好好啦，咁仲喺呢度呢度。那你现在你知道了，如果是你要问问题，你要普通话回答你的问题，请你写下来，请用普通话回答问题，要不然就用广东话回答问题，因为如果是两种方言言语都讲呢，回答不完的。好，好了，我们就这样了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